然后我总共用傍晚才回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王八蛋闹钟？就是他现在在闪，就是代表那个闹铃在响，可是他没有在响。为什么？他就在闪灯，我也不知道。中国字的东西，干你妈的！就是这个，害我昨天礼拜五差点迟到。所以就是刚好那天没响，还是一直都没响？一直都没响啊！我都是一直靠手机起来的、啊。这个是我最后一个闹钟啊。哎呀、啊，就是手机响嘛，因为手机我一定给他滑那个关闭嘛。啊，这一个我一定放最远的啊，所以我一定要爬起来啊。结果他没响，干你妈的！对啊，烂爆了。